我平常在手机里面常看到的表情符号越来越拟人化了，现在有手有脚变成动画电影的主角了。用来表达心情的手机表情符号 emoji 即将拟人化进军大荧幕。Hello, as you can see, I'm an emoji。熟悉的表情符号现在竞选电影咖 ，emoji 最新前导预告出炉，里面每个角色像是无聊和热情都会说话，而且表情更多元了。和实际的表情符号比一比，饼干和冰淇淋都长出手和脚，动作超级卡哇伊。这也是继愤怒鸟之后第二个登上大荧幕的手机相关图案。The pigs stole our eggs, and we're the only ones who can get them back. I need some angry birds. Yeah, point made. 不止美国动画大举入侵台湾，我们前进未来，帮助桂美渡过难关。喵，来吧，喵妈！日本风靡大小朋友的妖怪手表推出续集，要来抢攻耶诞亲子商机。还有，アニメコナン20周年の締めくくりとしてこの冬放送。名侦探柯南即将推出两个小时特别版本，成为谁也没看过的第一集，大量新剧情预告吊足粉丝胃口。TVBS 新闻周一峰、杨晴林指挥综合报道。